的青春活力，也是小朋友的守护神的最爱啦。这是我们台湾胡一轩虎苗啊，从台湾呐、红到国际的电音生态值。拥有啊，拥有你可以。哇，非常可爱的电音三太子来喽！小朋友们的最爱。哦，金色的木马魔法啊，大家都认识吧？